按全段住十分钟，直到煮，下下外客。 切碎腌制肉的底底调味料。 栗子加水，搅拌均匀。 分肉混合成12等份。 每份做成一个扁平的肉饼。 把每个鸡蛋和猪肉馅饼上包一个安全，形成了公文。 把饼干切的猪肉肉丸。I really don't want to. The meat isn't on there, but well. 预热的烤箱适时而摆，烤箱烤度20分钟，入丸再经过。